第八题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知道 VT 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，面积代表位移。不论我们从0秒算到第20秒，还是从10秒算到20秒，我们所为的面积呢，都是甲最大，丙最小。所以呢，它们的位移就是甲大于乙大于丙。所以选项 A 跟选项 B 都是错的。在第20秒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它们的速度呢是一样大的。20秒的速度是一样大的，所以呢，并没有所谓的丙的真实速度最大，所以 C 的选项也是错的。VT 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，直线越斜加速度越大。甲、乙、丙三个都做等加速度运动，加速度都从头到尾都一样。发现甲的直线最不斜，所以它加速度最小，所以 C 选项是对的。所以第八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。在第15秒时，甲的加速度最小。